全新概念，24小时美白肌肤，白天防止日晒，抑制黑色素，预防雀斑形成。雪影美白系列，24小时美白，夜晚淡化黑色素，进一步美白肌肤。Reflective White 雪影美白系列，24小时美白，让肌肤之美由白开始。Max Factor。油碌地沙，偷糖食咧，刷咗牙未啊 ？Oral B 儿童显示型牙刷，蓝色显示刷毛会随磨损褪色，小朋友有冇刷牙一睇就知。Oral B 儿童显示型牙刷 ，Oral B 全港70%以上牙医选用。听讲呢个奇伟二阶除积素好使得喎，睇睇点？我知道洗衣之前用的嘛，对准污渍接少少奇伟咪拎去洗啦。吓、啊，咁都得？有冇搞错？奇伟专去污渍，哎呀，我仲边有得照职啊？家有奇伟，清洁易华为。咁嘅环境，难怪老鼠也移民。佢哋由九龙起行，向湾仔进军。港岛规模特大的298电脑特区，不止好环境、交通方便，而且铺位集中，选择多元化，是创业和发展的首选。298电脑特区即将公开发售。买花比佢好啊，滴朱古力啊。哦，唔该，我想攞502蚊啊。请问喺储蓄啊定信用卡户口攞呢？储蓄啊。啊，顺便过3000蚊攞支票户口啊，唔该。渣打信用卡唔单止为你提供信用卡应有嘅服务，仲方便你享用各种银行服务。因为渣打服务以你为先。纸尿片唔系只只都一样嘅，我系幼儿教育工作者，所以特别了解 B B 嘅需要。我有一对孖仔荣荣同耀耀，如果纸尿片漏尿，我就加倍辛苦啦，所以我拣 Pampers。Pampers 不同普通纸尿片，就算塞了几次都不漏，其他就漏湿晒。而家我哋孖仔几咁干爽开心，全靠 Pampers 啫。有 Pampers， B B 至干爽开心。家下有珍宝冷气啊嘛。珍宝，好。咁你都谂得到啊？系啊，佢有咁阔嘅送风角度，真系屋头凉到屋尾。咁我系咪好识拣先？哇，真系好冻。有珍宝冷气，处处都系避暑胜地。今晚就能打大佢嚟。深圳铺王宝华楼地铺商场有埋独立零售牌照，几十万就买到发财地铺，做咩生意都发梗啦！大家坐坐先，我整甜品。系渣渣，咁啊好大工程。有日清美美宝，随时有新意思。而家跌洗豆啊！只狗芋头咋？冷热随意啊！哇，咁快有料噃，简直系有声有色添啦！最新推出海大绿豆沙，清热滋润，俾你多一种选择。几个 project 搞到好头痛啊！你要服必理痛，具含特快效能，迅速消除种种头痛。头痛冇晒，做完嘢仲可以睇5:30啦！医学证明必理痛迅速止痛。一个喜出望外的时刻，全凭细心策划，欢度略笑，尽情逍遥，此时此地不生难忘。一段美满良缘由此起，欢欣盛世一一永志。阿米加表。咩话？有只基金赚紧嘅？喂，咁啊，同我谂谂佢啊！投资赚钱去食个包咁易啫，细侄。真嘅？你到底知唔知道自己投资紧啲咩噶？只基金证监会认可噶，你跟住连钱都冇埋啊！你睇下你啊，连食包都咁唔小心，何况投资啊？保障权益费心思，查明背景方投资。以下疑团考你智慧，挑战你推理能力。佢经常梦见凶案过程，
太太洪幸出場，奸夫人間蒸發，爛船神秘屍體，自己情婦離奇被殺，明珠首映七月巨片《疑魂劫》，七月十七日約實你。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，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，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，背弃了理想，谁人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，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
谁人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黄家驹在1983年和几个朋友组成了 Beyond 乐队，参加了一个音乐比赛得奖，开始他们的音乐生涯。可能当时他们的形象和音乐路线和当年的流行乐坛背道而驰，所以未能被大众接受。后来 Beyond 做了很大的改变，刘志远离队，其余四人也剪短头发，一身健康形象。而音樂方面亦加入了商業的元素，開始被廣大樂迷接受，因而大受歡迎。可惜在今年6月24日凌晨，駐音歌手黃家駒在日本錄影遊戲節目的時候意外墮下，頭部著地重傷，送入東京女子醫院，用了各種方法搶救，昏迷6日仍然未有起色。6月24日凌晨，在富士电视台第四录影室进行《活生生站》的《想做乜嘢就做乜嘢》的节目，拍摄过程中不慎由舞台跌落，身受重伤的香港的摇滚乐队 Beyond 的黄家驹先生被送往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病院接受抢救，但是在今日6月30日下午4:15，因为急性脑膜下血肿、头盖骨折、脑创伤和急性的脑肿胀而不幸逝世。呢度就系家驹平日练歌病房。自从日本传来噩耗之后，每日有大批嘅歌迷嚟呢度拜祭同埋悼念家驹。我哋发现到好多拜祭过留下痕迹，我上去上面，希望可以联络家驹朋友，了解一下整件事嘅过程。可惜冇人应门，我就打算去其他地方采访。点知就喺附近花店发现一班 Beyond 嘅歌迷喺度买花圈俾家驹。当时我想访问佢哋，但系佢哋对传媒有啲误解。我系几经辛苦先游说到佢接受我哋访问。今次嘅家驹咧非常之不幸咧发生一件事，你哋嘅感想系点咧吓？有咩感受咧？好惨，我觉得佢。根本不值得咯，为一个这样的节目来到即牺牲了一条性命。是的，当你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，你当时的自己的心情是怎样？不相信咯。有没有即是我觉得很不值得，他不是为音乐节目而是玩一个游戏而这样截死了。很激动咯，喊咯。喊了几天了？想起就会喊了。你们自己作为一个歌迷有什么打算或者有什么计划去悼念他？他死那天我们接了很多只哲学消息给他咯。即是那里的哲学呢真的有很多只咯。幾億隻都有嘅啦，燒曬俾佢咯。本來我哋係諗住寄過去俾佢嘅，但係諗寄嗰日咧，佢已經死咗咯。有冇打算係過日本啊？有啊。你點解會有咁嘅
計劃係過日本？冇諗過佢會死咯，我諗住探佢咯，即係我覺得佢會醒咯，但係唔知點解佢會死咗咯。當家驹不幸逝世嘅消息傳到香港之後，大批歌迷紛紛喺唱片鋪度搶購 Beyond 以前嘅唱片，而部分唱片鋪更加乘機加價。一般舊嘅 CD 由$100加到$300，甚至乎$500都有。如果有家驹親筆簽名嘅，價錢就更加昂貴啦。黑膠碟同埋白板碟由$50加至$500以上。雖然價錢係咁貴，但亦都好多人咧爭先搶購嘅。最貴一張精裝嘅 CD 更加賣到$1,300添。有啲公司更加推出好多 Beyond 同埋家驹以前嘅相片同埋 poster。對於呢個現象，啲歌迷點睇法呢？多餘咯。以前在度又不見佢買，即我覺得如果佢是 Beyond 歌迷嘅，即係識欣賞嘅，我覺得佢一早已經人哋出嗰陣時候，你應該買噶嘛，冇理由而家人哋死咗你先去買嚟識欣賞喎。下一節翻嚟，我會報道一個悼念家驹音樂會嘅情況，我哋訪問通宵排隊嘅歌迷，今次喪禮轟動全城，警方同殯儀館有咩應變措施呢？而演藝界朋友、親友同歌迷紛紛到場致祭，家驹嘅出殯、上山、下葬全部過程，會為你逐一報導。盡展所能，請即加入消防工作，投考消防隊長職位。密斯佛陀雪影美白系列，全新概念，24小時美白肌膚，白天防止日曬，抑制黑色素，預防雀斑形成。雪影美白系列，24小時美白，夜晚淡化黑色素，進一步美白肌膚。Reflective White 雪影美白系列，24小時美白，讓肌膚之美由白開始。 Max Factor。 有時淨係汽水唔多夠，葡萄式含100%純葡萄糖，係天然嘅動力來源，迅速補充體力。葡萄式純葡萄糖動力，一齐嚟跟华南畅游一个色彩缤纷嘅迷人世界。今日华南旅行社行程路线遍布世界，食住够超值，豪华又舒适，亲切殷勤嘅服务，华南一心一意为你做到最好。投入多姿多彩嘅开心世界，跟华南旅行社你就最识得叹啦！世界逍遥游，华南胜一筹。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，我们在这里要证明劲量比任何普通电芯更长寿。所有选手都是用普通电芯，除了这个，它是用劲量碱性电芯。正如尼罗河经得起时间考验，劲量亦是一样，经过长时间依然劲力十足。劲量比任何普通电芯更长寿。好嘅嘢通常都跨越时代，以前细个嗰阵用，而家用，甚至系未来都用，无他嘅，靠得住，够襟啊嘛！恒久光健飞哥本色。假如你嘅眼睛唔惯起得咁早，又或者你嘅眼睛沦落风尘，安宁眼药水性质温和，滴安宁。舒適清涼，眼前一亮。要沙律出嚟見人，用頂好牌沙律醬啊！好出嚟啦！頂好牌沙律醬，輕身軟樽，特設有星形花嘴，擠得勻啲，靚啲，仲香啲，滑啲。用頂好牌沙律醬，增加沙律美味感，以新面孔見人。
鼎好牌仲新出千岛沙律酱，特有轻身软樽，最啱做海鲜蔬菜沙律。鼎好牌千岛沙律酱，切出沙律色香味。真正分享下水气得，翻嚟嗰班机就系 CX50。各位部界朋友一直咁關心家居嘅呢場戲，喺呢度我最想講嘅咧就係，我希望我哋嘅歌迷啦、朋友啦，大家冷靜一啲，因為家居雖然佢有好遠嘅地方，但佢開心同埋佢嘅精神會一直留喺我哋身邊。當他離開我們現在有可能已經提到，以後我們每吞一粒音每唱的一句歌我都是唱給他聽，我們會繼續成就理想。家居一生人為了他的事，他因為理想曾經作出很多貢獻，甚至乎心很好，我覺得我們應該繼續活著理想。今次啊，我想多謝一個人，我覺得多謝查蘭先生咁大力幫我啊，真係多謝佢。家驹逝世，各界人士非常难过。有电台举行咗音乐会悼念家驹，门票系免费派发嘅，歌迷反应热烈，超过2000张门票一阵就派完啦。而家系7月3日晚上10:30，呢度系高山剧场。嗱喺听日咧，呢度咧会举行家驹嘅纪念演唱会噶。但系提前一日嘅时间咧，已经有啲歌迷咧嚟呢度啦，系准备咧攞个靓位，听日咧系睇表演噶。系啦，东啊，咁我知道咧，今日你好早咧嚟呢度咧系拜前面的位置，是吧？是啊。我想问做今晚漫漫长夜，那你准备怎样度过呢？我的朋友来接住跟着我回家休息。为什么这么辛苦啊？提前24小时之前来这里把一个这么好的位置，其实你本身是真的很喜欢家驹。我本身就我都说不需要这么早来的，跟你朋友即是他们坚持要这么早来。他们这么早来的原因是在哪里？咁早嚟原因，咪要霸个头位咯。悼念音乐会嘅当日，场馆前已有大约4000几位歌迷聚集，逼到水泄不通。警方亦派出大批嘅警员维持秩序。虽然歌迷情绪激动，佢哋不时高叫家驹嘅名字，同埋合唱家驹生前嘅名曲，秩序总算系良好。据电台方面讲，可能有人今次自制啲假嘅门票，所以有部分手持门票嘅歌迷入唔到场。不过佢被安排坐喺场馆外，而场外亦都加设一部投影机直播场内嘅情形。诚心唱出家驹最喜欢嘅作品，唱俾家驹听，向佢致敬。场内2600座位全部霸满，呢个悼念会系冇歌星上台表演嘅，只系播放家驹生前嘅名曲，伴住歌迷千人合唱，作为对家驹嘅悼念。
待大家可以默默地將你的情緒回復靜，然之後繼續去面對外面的世界，同家鄉人急勇敢，可唔可以？由於星期五晚家區遺體由機場運到殯儀館的時候，一度引起混亂。到咗星期六，有消息傳出 Beyond 三位成員喺殯儀館嗰度去記者招待會，前車可鑒，所以警方加派人手。但係記者會臨時更改地點，所以現場未有發生任何事故。7月4日，殯儀館設置家區嘅靈堂供人拜祭。在上午，拜祭家居的歌迷未算很多，而家居的家人體諒歌迷對家居的敬意，也准許歌迷將在靈堂裏面鞠躬致敬。為免混亂而婉拒歌迷上香和瞻仰為榮。靈堂內外擺了很多各界友好和歌迷送的花圈花牌，據說今次的喪禮花費超過100万，而內堂物品一應俱全，有很多還是歌迷特別帶來給家居。到了晚上，可能電台的音樂悼念會結束的關係，殯儀館之外很多歌迷前來吊唁，而警員也維持秩序。據我估計，在短短數小時裏面，有超過800多名的歌迷進入靈堂吊唁。但是晚上11点，靈堂不准歌迷進入了，但是有部分歌迷還在門外逗留，甚至乎通宵守夜。7月5日，亦都是家居出殯的當日，一早就有超過2000位歌迷和睇熱鬧的市民住在殯儀館的門外，排隊進入靈堂，向家居作最後的致祭。家居喪禮的治喪委員會安排了一個特定的位置，俾記者拍攝有關親友和歌迷拜祭的情況，而很多圈中和圈外的友好都分別莅臨，可見家居生前人緣甚佳。當日想進入靈堂拜祭家居的歌迷比早一日還要多，為了早啲疏散人群，所以每一批進入靈堂的歌迷增加至80人。歌迷帶了很多禮物送給家居，有祝福的紙殼、花圈、花牌。他鞠躬之後，大會就不准他逗留，要離開了。就呢個時間，殯儀館外面的歌迷秩序仲算良好的，警方派了大批的警員在維持秩序，歌迷只有唱著家居的名曲，未有任何混亂的情況。差不多11点，工作人員就請所有傳播媒介的朋友離開靈堂，因為將要舉行瞻仰慰容和封棺儀式，而家居的家屬不想將這個過程公開。而記者和我的攝制隊很明白家屬的心情，於是我都離開靈堂，找一個有利位置拍攝。工作人員用白布遮蓋整個門口，傳媒好友可以放下攝影機進入裡面瞻仰慰容。由於記者瞻仰慰容之後都不禁淒然落淚。半個鐘頭之後，封棺儀式完畢，靈堂大門和白布再次打開。負責扶靈的是家居生前8位好友，家居的家人亦作最後的辭靈儀式。
謝啦。謝謝謝謝。你係海豹先生。上山途中，沿路都有啲歌迷追踪灵车，造成一条车龙。我哋去到坟场，发觉已经有近500名嘅歌迷聚集喺度，佢哋希望喺家驹入土为安之前作最后道别。家驹嘅亲人离开之后，警方安排咗歌迷分批到坟地嗰摆阵。歌迷仲将有带嚟嘅礼物烧俾家驹。以表心意。歌迷心里边带住悲痛、哀伤嘅心情，无奈咁向家驹讲一声永别。下一次翻嚟，我哋访问一位主持封棺仪式嘅永星法师，讲下佢点样超度家驹。我仲要讲下家驹坟地嘅风水噶。关心家驹嘅朋友，千祈唔好行开啊！经典至爱，完美配合，金雅典金钻系列，双谈合作，争取理想收获。虽然不断努力，依然未见起色。直至曙光初露，终于达成合作协议，携手发展。欢欣盛世，一一永驻。阿米加B
中谷港外用户真正幸福双封数是12粒状，金子面有6个有效期及6个歌全英文落印。真正幸福双封数并没有4粒装或散装出售，买幸福双封数务请留意，投诉伪药人人有责。阿肥啊，这个礼拜五六日我都上来吃饭啦。阿肥，我而家嚟紧，预埋我饭。肥姐啊，我斩料上嚟煎蛋、叉油鸡乜都有啊。哈，你估班老友真系上嚟探我啊？其实佢哋想食我煮嘅，睇到都香喷喷嘅金酱香米咋？金酱牌泰国香米真空处理，全港销量第一，当然大受欢迎啦。肥啊，我同明星足球队转头上嚟煮草米啊！金源米业靓米多元化，全港第一家。初初以为泰国有好多和尚，估唔到都几刺激喎，有动又有静，跟住星神嚟一次，我都熟晒地头啦。星神泰国游，至啱中意多姿多彩嘅香港人。星神系香港人嘅旅行社。中国茶艺源远流长，集友银行秉承中国传统待客之道，热诚周到，以客为先，为你提供现代化的银行服务，理财多扣上，集友好商量。要沙律出来见人，用顶好牌沙律酱啊！顶好牌沙律酱，轻身软樽，特设有星形花嘴，折得匀啲，靓啲，仲香啲，滑啲。用顶好牌沙律酱，增加沙律美味感，以新面孔见人。顶好牌仲新出千岛沙律酱，特有轻身软樽，最啱做海鲜蔬菜沙律。顶好牌千岛沙律酱，切出沙律色香味。家居童年嘅时候，佢有俾黄大仙，今次不幸逝世，佢嘅家人初咗佛教仪式，为家居举行葬礼。今次封棺仪式系由永星法师主持，究竟做法事对家居有咩好处呢？因为一个人的时候，尤其是横死啊，他是前世呢都有些个冤业，所以呢一定要给他结缘世界，给他忏悔他的罪业，忏悔往前，令他能够离苦得乐。唯有这个方法呢，对这亡者你才有点利益。睇永圣法师啊，今日家驹咧就不幸咧意外咧就过咗世啦。咁好多嘅歌迷或者去嗰啲拥趸咧，系希望家驹咧能够早日咧系再能够重生嘅。咁我想问咧，可以念啲咩经，做啲咩仪式去帮佢咁做啦？有关这个问题呢，他的歌迷拥趸啊，最好呢能够给他念心经啊，啊金刚经啊，还有地藏经啊。好多经典都可以念，念了要回向，用他念经的想念他的纪念他的力量啊，给他回向，令他能够离苦得乐，让他早日可以转生投生。我知道啦，今次家驹嘅封棺仪式咧由你主持噶，咁我想问啦，嗰个过程要点做啦？这个封棺这个仪式呢，是给他净，把他的身上的这个罪业。啊，不清净的，给他用这个咒水咒的力量，所以洒净在他的这个不清净的地方，让他能清净，那么他的这一切罪业也能消除，希望他能够，封棺之后自己心灵方面得到安静，啊，令他呢很快也得超生，所以这个用意是这样的，叫封棺说法，这个说法的意思呢就是开导他。对亡者的开导，因为人呢，人生都是迷惑的多了，所以要开导他，让他来放下，不要挂念这身心，也不要贪恋这个世界。呢一张就由永星法师帮家驹写嘅封棺说法，主要内容系希望家驹在天之灵得到安息，唔好再贪恋尘世。家驹遺體咧，就安置喺墓地呢度啦。呢個墓地咧係坐北向南嘅。由於個墓地係向住鯉魚門灣口，
所以叫做水口位。在风水里面，这个地方坐北向南，加上家驹本人，他生肖是属老虎，壬寅年出世，于是乎这个地方对他是相当之好的。但看在前面，在风水里面这样说的，他说众山还好，不如一案在前。我看见前面这些层层的斜路是兜兜转转地围着家驹的前面，好像案台咁在前面嚟，呢样嘢啊，对家驹本人嚟讲，佢音乐事方面咧有一个发扬光大嘅意思嘅。我哋见到前面嘅系一个群山环抱嘅现象，喺左面嘅地方咧，我哋系叫青龙位。呢个青龙位里边咧，我哋睇到咧系有一层层嘅山咧，系重重咁围住。呢个方位里边咧系属于东边，东面见水，喺未来20年里边咧系相当之好运。咁對於家驹嚟講咧，佢可以令佢可以安息，可以再重生嘅。喺風水學上，好重視咧山墳後邊嘅靠山嘅。而家驹身後呢個靠山咧係強有力嘅。我哋發覺呢個靠山咧由北面向南面度環身，而前面明堂咧係好開揚、好廣闊嘅。我哋可以肯定家驹住喺度咧一定好安樂、好舒服嘅。我哋希望 Beyond 繼續努力創作更多嘅好歌，而廣大樂迷咧繼續支持佢哋。Thank you.
何归咎？此刻终于不必说话，闭上眼睛别了风沙，前尘如耀眼烟花，刹那间涌上再飘荡，熟睡的天地得我一个，多想躺于屋顶仰望。从前期望达到几多，旁人明白我几多，我到底想爱什么？永远寂寞，真想放弃，躲开这世界，去跟你再创天地。永远寂寞，欣赏。再一次骗我自己，小心啲啊！仲有一期三周行，好多人睇噶。唔担心，有我出马，一定得到手嘅。嘿，你以为呢？你做乜咁自私偷我三周海啊？想睇三周海，一阵间留意。风骚二零零啦，得咯，系。注意注意，请注意，现成精大量十二岁以下嘅小朋友，凡对体操、音乐、魔术、中国功夫或者其他表演都系咁出色嘅话，请将个人专长及资料，连同近照一张，寄嚟清水湾电视城欢乐今宵之小叻人大显神通收。分享成功人士心得，讲述儿时成长历程。美淑乐座右步青云，7月14日起，逢星期三都市闲情内播出。乡下矮仔为咗发达，竟然要扮鬼扮马扮鸭仔，双声影画发达之路，星期四晚9:30明珠台英语粤语选择。Milano Shoe。来时何处，我也将家中的你思念着。我对你永远心意也一样。我这里最想跟你重聚一方。何时何地？都想念你，为他奶。迈向影音器材一体化，环看 Pioneer。最新 Pioneer AV1 视听唱三合一，几个 project 搞到好头痛啊！你要服必理痛，具含特快效能，迅速消除种种头痛。头痛冇晒，做完嘢仲可以睇5:30啊！医学证明必理痛迅速止痛。老豆，带你食啲靓嘅 seafood 咧，有乜海鲜冇食过啊？唔系普通海鲜喎。咩啊？必胜客新出的千岛海鲜必胜批，用生猛海鲜加开胃的千岛酱汁炮制，零舍口味，乜名喎？千岛海鲜必胜批啦。